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日期民国103年6月4日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防治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生态确保国民健康及永续利用海洋资源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第二条本法适用于中华民国管辖之潮间带内水领海临街区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上覆水域于前项锁定范围外海域排放有害物质致造成前项范围内污染者亦适用本法之规定第三条本法专用名词定义如下一有害物质指依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锁定国际海运危险品准则所指定之物质二海洋环境品质标准指基于国家整体海洋环境保护目的锁定之目标值三海洋环境管制标准指为达成海洋环境品质标准锁定分区分阶段之目标值四海域工程指在前条第一项锁定范围内从事之探勘开采输送兴建敷设修缮抽沙浚泄打捞掩埋填土发电或其他工程油指原油重油润滑油清油煤油挥发油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油及含油之混合物六排泄指排放溢出泄漏废污水油废弃物有害物质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物质七海洋气质指海洋实验之投气或利用船舶航空器海洋设施或其他设施运送物质至海上倾倒排泄或处置八海洋设施指海域工程所设置之固定人工结构物九海上焚化指利用船舶或海洋设施焚化油或其他物质一零污染行为指直接或间接将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制造成或可能造成人体财产天然资源或自然生态损害之行为一一污染行为人指造成污染行为之自然人公司场所之负责人管理人及代表人于船舶及航空器时为所有权人承租人经理人及营运人等第四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之管辖范围为领海海域范围内之行政辖区海域行政辖区未划定前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内政部于本法公告一年内划定完成第五条依本法执行取缔搜证移送等事项由海岸巡防机关办理主管机关及海岸巡防机关就前项锁定事项的要求均是海关或其他机关协助办理第六条各级主管机关执行机关或协助执行机关的派员携带证明文件进入港口其他场所或登临船舶海洋设施检查或鉴定海洋污染事项并命令提供有关资料各级主管机关执行机关或协助执行机关依前项规定命提供资料时其涉及军事机密者应会同当地军事机关为之对前二项之检查鉴定及命令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涉及军事事务之检查鉴定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国防部定之第七条各级主管机关及执行机关的指定或委托相关机关机构或团体办理海洋污染防治海洋污染监测海洋污染处理海洋环境保护及其研究训练之有关事项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日期民国103年6月4日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二章基本措施第八条中央主管机关应视海域状况订定海域环境分类及海洋环境品质标准为维护海洋环境或因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特殊海域环境之需求中央主管机关的依海域环境分类海洋环境品质标准及海域环境特质
划定海洋管制区，订定海洋环境管制标准，并据已订定分区执行计划及污染管制措施后，公告实施。前项污染管制措施包括污染排放、使用毒品、药品捕杀水生物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使海域污染之行为。第九条，各级主管机关应依海域环境分类，就其所辖海域设置海域环境监测站或设施，定期公布监测结果，并采取适当防治措施。必要时，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并得限制海域之使用。对各级主管机关依前项设置之监测站或设施，不得干扰或毁损。第一项海域环境监测办法、环境监测站设置标准及采样分析方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条，为处理重大海洋污染事件，行政院的设重大海洋污染事件处理专案小组，为处理一般海洋污染事件，中央主管机关的设海洋污染事件处理工作小组，为处理重大海洋油污染紧急事件，中央主管机关应拟定海洋油污染紧急应变计划，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前项紧急应变计划应包含分工、通报系统、监测系统、训练、设施、处理措施及其他相关事项。第十一条，各类港口管理机关应依本法及其他相关规定采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减轻所辖港区之污染。各类港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辅导所辖港区之污染改善。第十二条，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以海洋为最终处置场所者，应依弃置物质之种类及数量，征收海洋弃置费，纳入中央主管机关特种基金管理运用，以供海洋污染防治、海洋污染监测、海洋污染处理、海洋生态富裕、其他海洋环境保护及其研究训练之有关事项使用。海洋弃置费之征收、计算、缴费方式、缴纳期限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收费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定之。第十三条，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公司场所从事油输送、海域工程、海洋弃置、海上焚化或其他污染行为之余者，应先提出足以预防及处理海洋污染之紧急应变计划及赔偿污染损害之财务保证书或责任保险单，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后，使得未知前项紧急应变计划之内容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财务保证书之保证额度或责任保险单之赔偿责任限额，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各级主管机关于海洋发生紧急污染事件时，的要求第一项之公司场所或其他海洋相关事业提供污染处理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处理，所需费用由海洋污染行为人负担，必要时得由前条第一项之基金代为支应，再向海洋污染行为人求偿。第十四条，因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致造成污染者，不予处罚：一、为紧急避难或确保船舶、航空器、海堤或其他重大工程设施安全者；二、为维护国防安全或因天然灾害、战争或依法令之行为者；三、为防止、排除、减轻污染、保护环境或为特殊研究需要，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海洋环境污染应由海洋污染行为人负责清除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的先行采取紧急措施，必要时并得代为清除处理，其因紧急措施或清除处理所生费用，由海洋污染行为人负担。前项清除处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海洋污染防治法。